停了电，记得播放戒烟，情人冒着险，谁在他的身边？没耐心去分辨，谁和谁能够走多远？穿过几条街，就能找到关键。解开我的问题，什么悬念？转了几个弯，还是回到原点？我该如何出现在你的面前？要拼出的不会放不下的理由，是不是我担心？Walking on a roof